院长，你等我一下，有事好。蔡经理，阿爸来无紧啦。哎，你唔惊死哦？但是迄段死的你的手头，那有啥物要紧啊？拢嘛是你，即马吴嘉文知影咱的代志啊。是安怎你遮尔确定？咱所底阿见面，伊替我阮妈指纹。 较早伊若认为咱无安怎，伊那就对志文讲白贼，搁提起志文，爱常常关心我。嘉文知影我影响别人的婚姻，伊毋知影是安怎看我。你免烦恼啦，就算讲吴嘉文已经知影，伊嘛无可能去甲志文讲。伊的手段真正足厉害。像做你安尼讲，伊知影好人做较对啊。 伊心肝内明明就欢喜的，不过做无也无紧。等我主动离开哦，伊就扣病的啦。我若甲志文离婚，伊就等结婚，叫家己的小妹一声大嫂。是讲即摆查某囡仔哪拢安尼吼，拢甲迄个都有查甫人。你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 过去你选择错我，我是替你感觉足委屈的。那你话就爱讲清楚，莫让我听起来认为你感觉吴嘉文足优秀，甲我比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嗯？哎，你莫安尼啊！较细声，迄若是叫外面人听着，人是会气坏去。 你的咖啡冷去啊，所以要甲冲个烧。真唔是诶，是营运长佮头家娘声。无紧啦，咱个咖啡冲个烧，咱就赶快入去办公室咯。哎，你卖算啊！我即马是你的定时，你要听我话。你敢唔惊有人入来？ 惊啊！啊，不过惊才会刺激，想讲会刺激，敢不是？你莫乱啦！喂，阿妈。 什么代志啊？我甲志文、甲嘉文等你要开会，讨论婚姻的规划。我希望你会晓做伙来听。啊，不过我即马伫咧行政部协调代志呢，可能赶袂赴。啊，无你先开会啦，啊，我这边若无用完，若赶会赴再过。嗯，阿妈再见。蔡经理，想到你的白菜话，我真好讲咧。 是啊，我对你讲白菜的时阵，你嘛无发现。安尼，你骗过我啥？紧讲。我袂讲。紧讲。无啊。讲啊。袂讲。袂。啊？袂讲。 我唔对。
月娘甲红姐确实有暧昧。迄暗月娘伊形容落车，一定是廖总我发现啊，伊才赶紧落车想要避嫌。我拄则听到的，拢证明迄暗我怀疑是真实的。啊，不过就算是真实的，我感觉甲事实讲出来，若是予志文知影，安尼月娘就愈无法度回头啊。志文嘛一定有足伤心的。不过我若是去店店，到时阵代志若憋空，毋着愈歹相煞。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哎呦！啊！你来去底水底遮久啦？歹势啊，董事长。啊，你个面色无啥好，是毋是人无爽快？无啦。你歹势啦！我叫人传就到点心来。唔免啦，我即摆袂枵。我会枵啦，你等下陪我食。来。连水都无啉，啊，有心吼就是较无头心。你看我一杯咖啡。我就泡一杯饮料就好。是要去你的房间啉？我的办公室有咖啡啊，啊，就旁边你，旁边你阿弟买的。所以念的是去你遐，还是来我遐哩？我今麦无想要啉咖啡啊！我看你今日你精神好啊！这是公司的，你袂得乱呐！有红色的人，甲白查甫人安尼卡来手来，是啥物体统？玉如毋是讲伊咧行政部无闲，过一段时间，是安怎要骗我？我想起来，顶一摆我去饭店找小可的时阵，是毋是就差一点仔拄到伊啊？因两个这种关系，到底是为虾米时阵开始的？啊，我袂记得阿妈在水啊，佮今晚袂转来，佮袂走去茶水间啊。董事长，你是要从哪度？哦，我看你做去这么久还袂回来，想要去找你啦。这是我的公司，就算我行碰见吼，嘛是有人甲我带回来。你先烦恼啥？啊，你拄则去啉水吼，连水都无啉，哪就回来？啊，因为我拄则胸痛，头壳晕，根本站袂住啊。啊，你叫我先入来坐咧等。我就袂去甲你讲啊！啊，问你人是毋是无爽快？你讲讲无？你拄则敢有看到红姐甲玉如伫茶水间内底？无啊。董事长，恁来安尼问啊？我连代志拢还袂确定。那还甲嘉宏讲，我怀疑洪杰和韵如，安尼是不是的啊？我拄则去底水的时阵吼，有看到两个人吼，那开讲那位茶水间行出来了，啊，不过看了无啥清楚，都无甲伊话。啊，只是我拍招呼尔，应该袂要紧啦。拜托你，你若是有时间。你就代替小倩去看阿公好不好？我是不相信我来参与小倩这么不好，阿公这么爱伊呢，你竟然生我这么凶。阿哥有啊，你这做哥哥的人，我竟然无法度改，不肯回来，然后你就给我来听话语啊。是我给小倩害死，李志宏，
少年及家事法庭的公文是什么代志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麻烦？公文来的是啊，我是法院指定的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。为什么啊？爸，我们在你辛苦的时阵，你一定要保护你家己，你绝对袂当相信任何人。没事啊，你来向我来讲啊。敢真正无其他人选？趁钱王是这么讨厌我，我感觉我来斗三工处理的代志，是感觉怪怪。你是因为要安排大兄回来公司，才会超过伊要求我钱？我拄则处理的重点，是甲你甲洪杰做伙负责工作分开，互恁伫个公务上莫有任何来往，甲毋免听恁遐五四三的啦。小倩已经过身，是我，我是凶手，我是凶手。那安尼就请阿妈你，把财务经理的位置给我。应该合理的时阵，我会合理。啊，不过我叫林家大家官骗，才会惊呢。我无可能坐咧店店哦，当然分乎我啦。我若想要爱，我就一定要得。你莫跟我硬拄硬哦，厝内甲公司也是我咧花家做主呢。你话要摕就要摕哦，等你媳妇做甲变大家才来讲。